開始吧，前奏三個八，第一段四個八，跳四個方向 ，ending 嚟到三點鐘，只係跳前一個八，然後坐腳行四步，得圈向十二點，然後左腳踏前開手就係 ending。好，而家舞蹈講解，開左腳。左拼前是三拍，左拼前一點半，右碌步，然後再轉石步，前還後，後還前，七點半，踏轉，去碌步，後前，踏碌踏拖拍，再踏碌踏碌，左腳踏前。右腳微微擺喺左腳後，我喺微重心一嚿轉，右腳一踏一點，第三個八完成，第四個八收左腳一踏，拎踏轉踏踏就六點鐘一停，我哋係四點半停好一拍之後，按喺三點重做左拼前。右碌步，前還後，後還前，踏轉，退碌步，後前，踏碌踏鋪，踏碌踏碌，踏轉，踏點，一踏拎，踏轉，踏踏鋪，七點半，按六點重做。左拼前，右碌步，前還後，後還前，踏轉，退碌步，後前，踏碌踏鋪，踏碌踏碌，踏轉，踏點，踏拎，踏轉，踏踏鋪十點半，拼埋，嘣嘣嘣，九點重做。左拼前。右碌步，前還後，後還前，踏轉，去碌步，後前，踏碌踏鋪，踏碌踏碌，踏轉，踏點，踏拎，踏轉，踏鋪喺一點半，嘣嘣嘣，咁就完成一個循環。當我哋跳完三尺，留意。三點鐘，即係跳前面一個八，左拼前，右碌步，前還後，後還前之後開左腳，行四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步一圈。